欢迎来到非日常派对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 The Nine。下一位同学，派对当中新生报道，大家好，我是何炅，我是郭敬明。大家好，我是张永健，我是张国伟。限时三分钟，开始。走。谢谢。我刚刚录的时候，我真的一度以为自己在录一个男团的节目。你能不能对一个人说，就是对现场的一个人说？啊！哇，同框！预备，开始。开心吗？高兴的都哭了出来，喜极而泣。我不是因为你，我是因为。我对上一个同桌感情太深了。没关系，对上一个感情有多深，舒心，你的上一个同桌，你的上一个同桌回来了。国伟，我还不如瓶汽水。